2025年4月，谷歌上演史诗级反转剧，前脚刚宣布加入由 Anthropic 主导、OpenAI 支持的 MCP 协议阵营，而后脚立马抛出一个全新的 A2A 协议。这场协议之争究竟是 AI 世界的三国杀，还是通向未来的双轨制？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A2A 和 MCP 的协议之谜。Anthropic 在2024年11月的时候推出了 MCP 协议，为的是解决大模型和外部工具鸡同鸭讲的困境，比如让 Cloud 直接调用数据库或 API 工具。OpenAI 在2025年3月末的时候率先表示支持，开发者惊呼 AI 界的 USB 来了。标准化工具调用大大降低了集成成本，很多公司和技术产品选择拥抱和加入 MCP。而另一家公司谷歌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们的大老板劈柴发了条推文征求网友的意见，他说 To MCP or not to MCP， 这是个问题。 MCP 都把科技大厂的老板逼出了莎士比亚风格。 OpenAI 公司的工程师 Steven 迅速回复了这则帖子，他说我们已经做了，现在轮到你们了。劈柴的那条帖子下面炸开了锅，不乏有趣的贴图和不同观点的评论。比如这位叫 Jeffrey 的网友，他说考虑到 Anthropic、OpenAI 以及 DeepSeek 是默认开源的，他们全部都支持 MCP 协议，如果谷歌还不采用，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它会错失应用开发的热潮，并且所有的 Gemini 模型都将不再那么有用。另外一位叫做 Chris 的网友说，现在的 MCP 就相当于1993年的 HTTP， 很多产品采用这个协议标准将会有助于所有的人。还有这位叫汉的网友，估计是一个谷歌粉，他说如果谷歌无法提出一个更强大更轻量级的 MCP 进化版本，我会感到失望的。就在网友们献计献策的时候，才隔了4天， Google DeepMind 的高级工程师 Philip 在 X 上宣布 Gemini API 文档中添加了使用 MCP 的事例，也就是谷歌也宣布拥抱 MCP 协议了。又过了几天，劈柴回到自己发的这个帖子说，喜欢这些反馈就选 MCP 了。同时旗下 DeepMind 的 CEO 德米斯·哈萨比斯转发了这则帖子，共同宣布这则消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谷歌云在他 Google Cloud Next 2025的大会上面高调推出了 Agent to Agent 的协议。这个 A2A 的协议获得了50多家公司的支持。 Google 既拥抱 MCP 协议，又推出了自家的 A2A 协议，这是什么操作呢？不如先来看一下 Google Cloud 官宣的介绍，开头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 AI 智能体的优势，让他们互相之间能够协作，提高自主性，成倍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长期的成本，我们推出了 A2A 的全新开放协议，并得到了广大的支持。他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A2A 协议获得了50多家科技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包括艾特莱森软件，这家澳大利亚的公司著名产品有 Jira 还有 Confluence， 非常多的公司都是用这些软件做项目和任务管理的。 Box 公司是一家文件共享和云端的平台， Cohere 则是谷歌前员工创办的加拿大 AI 新创公司，Intuit 是金融和报税的软件公司，还有 Longchain 是大语言模型里的佼佼者。除此以外，他们还联合了领军的服务提供商、头牌的咨询公司等为他们站台。在设计原则里，他说 A2A 协议有5项关键原则，一个是拥抱 AI Agent 的能力，让他们不再只是单一的工具。第二个原则是基于现有的标准，能够方便和企业日常使用的现有 IT 堆栈集成。第三个说是默认安全，支持身份验证和授权。第四点是支持长时间运行的任务，可以有实时的反馈、通知和状态更新。最后一点是支持多模态。
这五点差不多就是说，你用了我的协议就可以有很强大的多功能的服务，既安全又稳定，而且特别方便好用，兼容性也特别好。A2A 是如何工作的呢？他用了这张图来表示，我觉得有点像项目经理找外包工人。他有一个客户的智能体，手里拿着一个项目，想要找远程的智能体帮他完成整个项目。每个智能体有 agent card。有点像身份证或者是商务名片，里面包含了能力清单、输入规范，还有认证方式。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图像生成 agent 的 agent card，它会声明它的名字是图像生成智能体，大概的描述是基于提示词生成图像，还有给了它的链接地址、版本信息，还有一系列的能力描述、验证方法。输入输出格式以及它的技能的详细描述。如果我想要设计1000张斑马的海报图，我就会告诉客户智能体这个需求，然后这个客户智能体就扮演了项目经理兼 HR 的角色，他会把任务分解，再利用 agent card 去找到能力相符的图像生成 agent，把相应的小任务发给他们，进行任务生命周期管理。每个任务都有从递交到完成的不同状态汇报，确保复杂的任务可以被追溯，而每个智能体之间都能够合作沟通，还能够有用户体验协商的功能。官网给了一个演示，想要说明通过 A2A 协议招聘的过程会显著的简化。比如说，你是一个招聘经理，委托某个客户 agent 去寻找符合职位列表、工作地点还有技能要求的候选人。然后这个 agent 就启动了能力发现的功能，去寻找其他具有专业技能的 agent。根据对这个任务的分析，他觉得这是一个寻找潜在候选人的任务，应该去找一个 sourcing agent，也就是猎头 agent。这里就开启了 agent 之间的合作的功能。客户 agent 将反馈汇报给你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寻找到潜在的软件工程师。但是你给我的文件里面没有写明首选的工作地点，为了更好的团队协作，你会倾向于某个时区的候选人吗？你回复说，这是一个全球的职位，但我倾向于在太平洋时间正负3小时的时区内，这样可以方便安排会议。收到回复后，客户 agent 就开始思考说，我需要搜索符合这个职位的候选人，并且最好满足时差的需求。我可以给优先的候选人发送纯文本，或者是以 iframe 内嵌的网页文本形式发送给他们。此时 agent 之间通过协议协商是否支持 iframe，双方确定都支持，最终就决定使用 UX 设计。于是客户 agent 就在猎头 agent 的帮助下找到了5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你就轻轻松松地完成了任务。再隔了2个星期，这些候选人的面试都完成了。你看到了任务栏里有一则更新，你去查看具体的情况。客户 agent 的报告说，有3个候选人通过了面试，正在等待背景调查。你说，那就请开始背景调查吧。客户 agent 说，一个候选人的背景调查已经成功开启，另外2个候选人仍不在美国。在负责背景调查的 agent 的服务范围之外，你就询问说，那他们是否也可以进行背景调查？客户 agent 就开启了任务和状态管理的功能，更新了这个背景调查的任务，并设置了2到3天的时间。至于 MPC 和 A2A 的关系，谷歌的官方文档是这样说的：首先，它在标题里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A2A 爱心 MCP。在具体的描述里面，它表述了 A2A 并不是用来取代 MCP 的，而是补充作用。它用了一幅图来说明两者的关系。在右下方的区域，agent 的使用工具和资源的时候是依然用 MCP 协议的，而在图的上方，agent 的之间是用 A2A 协议互相沟通交流的。有些网友对这种互补的说法表示肯定，这两个协议的确是功能不同的。MCP 是工具调用的协议，A2A 是智能体协作的协议。MCP 是使用工具的规范指南，A2A 是团队协作的标准。
从层级来看，MCP 能够帮助单个 agent 的扩展能力，而 A2A 是能够让多个智能体分解任务，还有合作更高效。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这种观点表示了质疑。其中有一个网友说，他上次看到谷歌这种带爱心的文案是 TensorFlow、Keras 的时候，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深度学习框架。但是隔了这种爱心文案不久之后，由于技术定位的差异和生态扩展的需求，Keras 就从 TensorFlow 里分离出来了。另外，在之前官宣文案当中一再强调的合作伙伴当中，目前还没有看到 Anthropic 公司的 logo，说明他们没有签名同意合作。如果不久之后 Anthropic 公司官宣发布 MCP 2.0，包括了 Agent to Agent 的功能，也不是没有可能。目前看来，这些协议依然在比较早期。A2A 协议有自己的优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以 JSON RPC 的规范设计，使得 agent 之间通信比较方便。同时，MCP 用的也是这个规范，使得两者得以兼容。另外，他们设计了 agent marketplace，这个和 MCP store 以及之前阿里云百链推出的 agent store 都有异曲同工的妙处。还有，他设计了 agent card，方便搜索寻找，增加了安全和验证的环节。当然，还有那个文档编写，特别是那个爱心，让人觉得非常赞。同时，A2A 协议会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不同功能的多智能体无障碍沟通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协商都会有无法交流或者是矛盾冲突，agent 和 agent 之间会怎样解决？另外，agent 互相之间协商的过程都是自发和动态的。那由此产生的开销就会是叠加的，如何设计优化的策略，让性能和开销获得平衡呢？此外，agent 和 agent 之间有这么多的交互，产生了很多全新的安全漏洞的问题和需求。如何保有智能体交互的灵活性，还确保对话的安全性呢？这些问题都会是全新的挑战。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协议和智能体的出现，是新型的智能自动化软件系统的开端。或许未来我们会有诊断 agent 通过 MCP 协议调取病历，通过 A2A 协议协商让药房的 agent 配送药品到家，再让保险的 agent 自动处理理赔的问题。你觉得有了 agent 和这些交互协议之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变成怎样？欢迎留言分享你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